各位观众朋友，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新闻。于5月29日在飞行途中神秘消失的 M787 航班，经联合调查团队近3个月的持续调查，首次曝光飞机与塔台失联前的最后通信。神秘消失的飞机，各怀鬼胎的乘客，哈哈，有意思。飞行航线图，看来飞机就是在这一片海域消失的。你是这？你看这边搁浅着的船，只有砍树，用木头修好它们，我们才能离开这里。来这边，我们去砍树，这树要3个人才能砍倒。等着我，我这就来帮忙砍树。哥哥，快把那根木头捡起来，希望这棵树没有被迷失者捣乱。被迷失者捣乱？我怎么完全听不懂？来，我们先去修桅杆吧。有人根本不想离开这里，我们称呼他们为迷失者。他们甚至不哎呀，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线索？它可能会告诉我们谁是迷失者，这可不是每次修船都能得到的。快看看，验谁呢？要不就验他吧。奈奈子，他就是我验出来的。啊，我得选中他才能攻击他，不能让他继续破坏船了。哥哥，我在这儿。奈奈子。哥哥，快来砍这棵蛇木，船马上要修好了。居然真的让你发现了，弗兰克，只怕你早晚也会发现。我必须要捣乱了，绝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我必须要捣乱了，绝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我必须要捣乱了，绝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就是这块冒着毒烟的木头，只有迷失。小炸药呀，快帮我炸掉那个讨厌的。我可不允许他们离开这里，暴露我的秘密。那里有块疯眼石。我得快去船边召唤风暴。
哎呀，二号被谁打死了？不知道，我打都不知道，别说我。来人砍树呀！快来人砍树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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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有拿到风眼，谁就烧掉。三五六的木头有问题，三五六。哇，直接把它破坏了，本来是我修的，又有人破坏了。干嘛呢？解封眼石想搞嘛？要不看看？快叫他去烧掉，烧掉，不然他我们就打他。烧了，烧了。三五之间有一个，我准备带走一个。不是我。那么先把五号换了吧。是我。我这个不是呀。我去把五号补掉。干嘛捡我的东西啊？快找树，快找树！五号像吗？不是啊，我一直在修船，你怀疑我吗？有没有树呀？有没有人一起砍树？你咋乱打人呢？三五，你们俩之间有一个，不要欺负小朋友吗？我去，这样你有病吧？小朋友是咋的啦？开风暴了。反正不是我，反正我是个幸存者。不能欺负小朋友。那你这样搞就不好了。我一直在修船。你打人有病吧？直接把我补了吧，别搁那给我留一个想。好了，死了吧。哎呀，死了一个，很爽。那你是信迷失者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谁是迷失？他刚才说很爽。这么优秀，承认了。好像你是迷失者呗。要我是的话，你们早输了。现在可以收掉你吗？随便了。随便打他呀，没人打他吗？打谁？我说嘛，三五反正肯定有的，反正都带走。骗子，我不信。假迷失者。没人打我吗？我很想死呢。